其实灯会呢，它是我们年节活动的一个集中的民俗表达，所以它历来是这个人们对美好生活追求的这种一种表达。那么通过看灯会，我们感受隆冬的年味，同时也能体验到我们这个厚重的文明和灿烂的文化。它是千灯蒙兔，它具有极强的现代风格，应该说目前为止是全国体量最大的一只兔子。那么在办灯会的过程中，其实自贡彩灯人不断创新，让我们这个彩灯啊，从一个小灯变成大灯，从一个静止的灯变成一个会讲故事的灯。灯文化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上每个地方它都会有一些这种渊源，那我们自贡彩灯呢，它的一个特点和优势，它的可塑造性，就是我们有句话讲，只有想不到，没有做不到，然后万物皆可成灯，它可以用彩灯去讲故事，用自贡彩灯走出去，然后讲述中国故事，传播中国声音，这样子。